黎诺尔同黄志文呢日出席剧集《街坊财爷》结局篇嘅宣传活动，提到佢哋早前同马国明仲有朱晨丽一起去新加坡为 TVB 宣传，四个人喺回程嗰阵仲喺飞机上面摸酒杯底倾心事添啊！因为我们在上一次拍了一部戏，就是《斯拉特工》嘛。其实我跟他去新加坡的时候，有一次他在家里面一起在聊聊聊，差不多六个小时。其实我跟马明有。不是想想见面，但是都会见面的。譬如讲四个咧，哦，很少了，很少了，因为他们在内地工作嘛，所以要约他们出来有一点点难度。对，但是我很想说过，就是我们六个人很喜欢，很想就是一起在有一起机会一起工作。马明自从安心事件之后就绝口不提感情事，咁唔知佢喺飞机上面又有冇透露啲咩咧？我跟他说，其实我不停地问他你有没有什么的条件对女生，他就说不要说了，秘密。他说没有，没有，要漂亮啦，有钱啦。这个是你，不是他。不要说了，就是我会一直给他看看吧。